对麻药有些新快感，正说胡话呢。他说胡话，你不也听得很开心吗？谁说胡话了？我是美少女战士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们。天哪，这不是美少女战士的台词吗？我竟然能从一位特种兵哥哥的嘴里听到这种话，是你教的？啊，不是我。不是，美少女战士，是他送我的定情信物。杨武泽，一套美少女战士床单。杨武泽，你闭嘴。哦，床单。嗯，不是。好了好了，别解释了。你爸来找你，在门口等着呢。啊？哈什么呀？赶紧去啊！你给他量个体温，刚才他的脸有点烫。嗯。夏初，来来，夏初，夏初，夏初，爱你哟。好了，梁队长，让我来看看你到底瘦了多少度了吧。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